是不是？哇，他提出奇迹，提胖没有？我们大家帮他拍拍手好不好？人家就是激动亮的啦，你啊，没事不要叫人家啦，人家就是看你要变变变变节目名。提胖没有？你看人家前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你耶。哇，我最爱吃巧克力棒，我的必杀技叫做百变六绝。这么多朋友来看我，真的很开心喵。就让我们一起当好朋友吧喵。吉胖喵，你的转变也太快了吧！好，小朋友们，请问你们都有没有收看妖怪手表的卡通啊？有啊，我们妖怪手表的卡通是每周六日晚上7点在哪一个频道播出啊？是25台悠悠 TV 对不对？大家继续准时收看哦。好，大家也不要忘记哦，我们刚刚在活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介绍了妖怪徽章乐园。那里面呢，除了可以扫描徽章登录到妖怪大词典里面进行妖怪战斗游戏，最重要就是可以累积点数哦。那在扫描徽章的时候呢，只要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扫描徽章背后的 QR code 没错，就是 QR code 扫描那个徽章背面的 QR code 呢，就可以把它登录到妖怪大词典里喽。没错，我们每登录一个徽章呢，可以进行2次的妖怪战斗游戏。然后我在继续介绍之前呢，要请小朋友全部都坐下来哦。小朋友全部都坐下来，大家都坐下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在送礼物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有手秩序的小朋友，都要坐在地板上哦，都要坐下来。哇，还有小朋友没有坐下来，来来喽。